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啊？庄严跟我说，你总是失眠。哦，因为庄严。不，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嗯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你快回去吧。你感冒了？没有。你在发烧，我去帮你熬姜汤。虽然他能帮我降低心跳值，你能不能让他一辈子跟我在一起吧？你不喜欢我，你喜欢我，不喜欢。不喜欢我。好了。你喜欢我？啊？门公司吗？我喜欢你。门的公司。嗯。别吃这么多糖。我喜欢吃甜的，而且吃甜的心情好。那你为什么之前喝那么苦的咖啡啊？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要不然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。上退了。嗯，我没事了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你先回去吧。把姜汤喝了。嗯。我走了。嗯。所以，他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什么情况？集体翘班。爸，您看看，这就是岳正熙管理的公司。星期二中午十一点，一个人没有。你看看，您是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他的？是不是？啊？没有人？哪有人啊？我，你说交给我，如妍妍，我就知道，全世界你最适合，最替公司着想，就你一个人来上班了。我也要走。你干什么去啊？马上就是珠宝展览活动了，今天全公司都去布置展厅了，只有小副总，好像有点闲。另外，最适合小副总的。应该是任小姐吧，咱俩是工作关系，以后请你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，叫我庄严就好。
这一定是岳正熙搞的鬼，他怎么处处针对我？肖副总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？我过分？你先是办了岳总，让他脚受伤，后来又泼了他冰水，让他发烧，像这样的事情你已经干了上百次了。岳总什么时候跟你计较过？你真的记得她是你亲妹妹吗？我作为一个外人，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她的难处和痛苦，反而处处伤害她。现在如果没有陈旭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也不是故意的呀，可是跟陈旭有什么关系？我就说他俩有事儿吧，小妍妍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关心关心他俩的。做得不错，你来了。你的早餐，感冒好点了吗？给，又是陈旭买的。对啊，这么好，谢谢，不用了。哎，做的这么好看，我还没吃饱呢，给我尝尝呗。这个不行。哎，岳总，岳总，哎，岳总，我们来就活，我们来就行。对，嗯，你们注意安全啊。啊，没事，小心点。没事吧？没。哦哦，啊，有事有事有事，你过来看看，好痛啊，好痛。有事的话，算工伤。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我把杯子送给庄严。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吃我做的早餐啊？因为我不想吃。而且，你以后也不用再帮我做早餐了。反正展会结束以后，我们俩的合约也到期了。王土，鲜花拼了个字儿，好像有喜欢的人了。他有喜欢的人了？嗯，广土，应该是个女孩的名字。不会是我吧？你别做梦了。怎么就不可能喜欢我呀？做梦。小岳总，怎么了？你和岳正熙什么关系？这恐怕不关你的事吧。我是他哥。你欺负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他哥？你是不是喜欢岳正熙？是。那你是喜欢岳正熙的人呢？还是为了我们乐器珠宝的钱？我一直在乎的都是他这个人，不是谁接触岳家都是为了钱，难不成他庄严也是啊？你不配跟他比。一直欺负他的人都是你。因为只有我可以欺负他。今天我过来找你，我是来警告你，
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哥哥。你总是光说不做。岳侦探。啊。你们俩在这干嘛呢？今天天气不错，很适合在海边走一走，对吧，晨曦？是，是，天气真好。你怎么来了？他找你干嘛？他说我给庄园订束花。给庄园订花？我是。你是不是喜欢庄园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先回去工作了。王土庄，陈旭喜欢我？这不可能啊！要不然，他为什么要送你杯子啊？而且我还看见岳正太因为你去找他了。怎么又因为这个杯子？他昨天还偷偷找我，想要回去，还特地嘱咐我，让我千万别跟你说是他送给我的。多喝热水，岳正熙。走，杯子。别两张。这什么颜色？粉的更准配，黄的粉的更黄一点。那个庄严。这杯子它好用吗？哦，好用，谢谢你啊，正熙。那你能不能把它还给我？为什么？我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把这个杯子给我，然后我再给你买个新的。那不行，这也是限量款的，很难买的，而且我都用了，那哪有要回去的道理？好吧，那这个杯子你不要跟别人说是我给你的。如果有人问你的话，你就说是你自己买的，不然到时候人人都来问我要。谁找你要？行，我知道。哎，我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跟岳总说过。你跟岳总说了？啊，我就跟他一个说了，别人都知道。不是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这一个杯子至于吗？我的天，就这么点事儿。他喜欢我啊？他去找你要杯子了？啊，你说他送都送了，我都用了，这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不过看你状态有点反常啊。没有啊。你什么时候因为这么点小事找的？还是在上班时间？岳总，岳总，啊，怎么了？庄严，我的心跳值是50。你刚才又抱他了？没有，我今天一天都没碰陈旭，而且就算以前陈旭能够帮我降心跳值，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也会自动变回60，从来没有低于过60。